早晨，你几多号 number 啊？我个号码 SA338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 Putri Ade Kayanti，你有几多岁啊？我今年23岁，你结咗婚未啊？我未结婚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已经喺呢里做嘢2年，2016到2018。你喺印尼照顾有几多人啊？系我老板屋企有4个人，先生、奶奶、2个细路仔，第一仔10岁，第二女8岁。你点样照顾小朋友啊？帮细路仔煮凉，帮细路仔换衫，喂细路仔食饭，送细路仔返学，接细路仔放学，背细路仔做功课，背细路仔玩。你识唔识得照顾 BB 啊？识。你识得点样照顾 BB 啊？BB 冲凉，帮 BB 换衫，帮 BB 换尿片，喂 BB 饮奶，喂 BB 食粥，抱 BB。你几多号 number 啊？我个号码 XA338。你识唔识得煮饭啊？谢。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粟米炖龙，胶类散，番茄油蛋，腐竹，青瓜油虾，矮瓜椒鸡肉，青瓜碎蛋，鲜啲米。好，喺香港见，拜拜。拜拜。